什么？这是国家给予的使命，我的责任，我要担当。所以能够这些年指导我，让我一生献给火柴这个事业。小的时候，那时候这个生长在一个动乱的时期，1935年到我出生到1945年，在这个时间里是生活在日伪统治下，当时在这个奴役的这种生活下，深深知道我们国家强国、强军、强国防它的重要意义。